惠如热爱国标舞老师刘嘉明后，沉浸在恋爱的幸福之中。之前才请3周长假前往美国，一度被外界爆出密婚。后来她也回应是去参加阿姨婚礼，期间还不忘和大家分享自己与男友在美国行的甜蜜照片。没想到她在回台湾工作后，却经常在节目录影时摔伤。她也感性发文表示自己不怕摔，她认为全力以赴是应该的，与其什么都没做，倒不如好好把握每一次的机会。这是自己选择的工作，也不需要讨拍。如果下一次知道会再摔一次，她还是会全力以赴，更表示自己非常热爱演艺工作，因为没有这个舞台，他也什么都不是。贴文一出，网友也纷纷在留言下方为他加油打气。